那种会出事。对呀、啊，因为如果他又鼻塞的话、嗯，其实他就是让你强迫用你的鼻子来呼吸。加一点奇亚籽进去，奇亚籽是一个很高纤维的超级食物。它是一组是有好几个配件，那我们它不是那种刀，筋膜大筋膜大块，只要你会翻面就可以。我觉得用水煎的其实也很好吃哎。说观点，聊故事，聚焦2.0，聚焦您的健康。